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2012年金立智能手机杯，第11轮的一场比赛。今天来为我们做讲解的呢是邵伟刚九段，邵老师您好。哎，各位棋友大家好，九段你好。今天要首先给大家讲解的这盘棋呢，是一盘非常精彩的主将之战，是由山东景之酒业队的范廷钰三段对阵西安曲江队的外援崔哲汉九段，这也是双方的主将战啊，非常关键。对，在我印象中的话，那个山东景之酒业队的话，应该是强手如云吧，因为他们有今年的冠军世界冠军姜维杰，然后也有曾经的等级分第一，然后那个周瑞阳，然后还有目前那个比较当红的一个年轻的棋手是范廷钰，再加上老将周鹤阳，就是也是两次获得世界冠军啊世界亚军的周鹤阳，应该是人才济济。但是在前半程的成绩看来的话，他们好像发挥的并不是很好。目前是等于说是还没有脱离保级圈吧。对，所以说也是大家大跌眼镜吧。是的，那么这个同样西安曲江队呢，也应该说他实力呢，排在虽然说不是很强吧，但是以现在目前成绩来说也不是很出色，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脱离保级圈，跟山东队呢有这个难兄难弟的感觉哈。那么现在这个围甲呢，这第11轮过后呢就是过半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重庆队是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杭州队，这两支队伍呢可以说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么后面这个保级圈的争夺呢就比较激烈了，有上海队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山东队，还有西安曲江队，还有一个安徽宁国市政队，这几支队伍呢分数都非常接近，所以今天的胜负呢将决定他们会不会脱离保级圈。那么我们下面先来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吧。好，这盘棋的话等于说是范廷钰执黑，是崔哲汉执黑，崔哲汉执黑，是的。其实这个山东队啊，由谁担任主将，我觉得就他们这有几个好挺厉害的人挺多的，还有一个姜维杰是世界冠军嘛，前一段时间啊，周瑞阳都是挺厉害的，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呢这范廷钰还发挥的出色一点，就让他担任了主将。对，我也看了一个资料的话，范廷钰在前十轮的话是5次担当主将，目前战绩是3-2，还算可以吧。对，算主将战能够过半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是，我们先看对局的进程。黑棋二尖高加在这儿，二尖高加，对，应该是怎么说呢，范廷钰跟崔哲汉的话年龄差11岁了，可以说是以前的话那个比如说崔哲汉成名的棋局的话范廷钰也曾经应该看过，所以说目前的话流行的话比如说新位比较多的话，这种小目的话是以前是下的比较多的，我想崔哲汉选择了小目的一个格局的话也是想怎么说呢，就是说给范廷钰出点难题吧。今天没有下一个流行布局哈，这个布局还比较少见一些。这样的下法的话，我也许对资深的棋迷来说的话是比较常见的下法，但是对一些刚刚学棋或者是刚刚那个对进来棋比较熟悉的棋手来说的话，这个就比较陌生了。对，是的。因为现在的话什么二尖高加啊，或者大跳那种单关的话这个已经很少见了。是的，是的。小尖白棋，白棋小尖，正常的话应该是白黑棋或者这边拆一个或者是这边拆一个，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下法。如果黑棋拆上边的话那么白棋就顺势加过来，因为这个尖的位置的话相对来说头翘起来了，如果直接加的话那么想找到黑棋这个飞压的一个绝好点，我想这也是白棋的一种构思吧。尖，实战黑棋没有选下边，也没有选左边，是不是他觉得这两边都
不太舒服呢？比如说他刚才如果说刚才黑棋拆这边的话，是不是觉得被人家逼过来这白棋的点比较好呢？嗯，相对来说如果是我的话，也许黑棋会站这点比较、哦、比较那个，你觉得在这儿比较好？对对，或者是这个高的吧。嗯嗯，因为如果单纯的防守，那黑白棋这个点的话应该是一箭双雕。为什么？第一可以自己围控，第二又可以夹击黑棋。对，所以相对来说如果是一个单方面的行为的话，肯定不如双方面的话效率更高一点。是的。嗯，所以黑棋不太满意。嗯，对，这个变化图不满。对，那么他也没有选择拆这个，他是他直接比较直接靠这个。嗯，因为的确的话这两点选择哪一点的话是比较迷惑的一个下法。嗯，所以黑棋选择了一个变招。嗯，靠这个的话白棋能挡住他吗？这样。嗯，我当时也在想，如果白棋挡住的话黑棋会在下什么呢？是啊，因为这个下法毕竟比较少见嘛。嗯，对吧？对、啊、其实黑棋不外乎的话就有两种下法、嗯、第一个就是顶，顶一个挡住。嗯，断吃，对吧？爬一个，对，爬一个。嗯，吃掉，然后搬起来，搬起来。嗯，不过单纯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是白棋可以买。对，嗯，那他显然不会顶端底下。对，那么如果白棋搬这个的话，黑棋大概是反搬，因为这个退回来是不是、哦、不是棋形？是的，是的，对吧？这个退回来的话，绝对因为当初的话，这个有这样的定式，黑棋多这个一个子的话是徒劳无益的。嗯嗯，那么只能选择顶，选择搬。那白棋，我这样打，如果打这个，嗯。冲过来这一段打吃的话那也没什么用啊，脚上已经全死了。对，这还不如当初的话搬了棋子，对吧？这个目前这两个又损进去了。是的，所以白棋暂时搬这个不太行。搬这个会被连搬搬断。嗯，搬这个就是白棋打这个不行、哦、打这个不行、打这个不行，那么只能打这个是吧、然后我敲打提掉。嗯，打吃这个有个天下劫，但是白棋没有劫财。出气五劫、出气五劫。如果单纯的五走跳，这样黑棋再提一下的话，如果单纯像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似乎可以满意，因为白棋在下面有点效率有点低，有点扁平。嗯，那么黑棋的话这边拆一个的话也是可以满意的。那黑棋还挺宽广的、这样下的话是、但是如果这时候单纯的白棋先自己自粘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下法。单团。这棋大家请注意，这是一个棋形的要点。嗯，如果你粘，对吧？嗯，我跳出来，那相对来说的话这边不用爬这么多了。对，嗯，那比刚才好多了。刚才黑棋外面显然多长了几下的话，厚很多。对，等于这时候我就不用爬这个了嘛，是吧？我再爬几下的话，再跳出来就没有意义。对，如果你单纯挡的话，对吧？这个、虽然我目前没有劫财，是的，但是我可以这个制造。啊、先搬一下，先搬一个，断一个。这时候你只能打这个，你不能打这个，对吧？是的，做这个的话，那我吃掉。嗯，等于我跳出来你冲断肯定损。嗯，打这个的话长打吃，那么我就可以利用这边的宝贵的劫财这一档。这个挺好的，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是的，当然这个也只是一个变化。这如果白棋单粘黑棋粘上白棋跳出来，这个结果怎么样呢？这个这很难说。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双方也差不多。可能这个判断上每个人的判断会有不同。对，实战范廷也下了一步比较新颖的一个下法。实战他选择了拖。对，单拖拖脚。他这个拖的意图是如果说人家搬的话，那么我再搬这个。哦，再搬那就不一样了。他如果说再搬断，再搬我就可以打啊，从这儿这样走，等于先虎着一下。对，等于这时候你没有打吃这个，你搬这个，那么这个被我冲击下去，那显然是不对的。是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做黑棋显然也看穿了白棋的意图，黑棋自补，顶住、哦、是的。为什么是自补这个呢，而不是自补这个呢？相对来说，在顶住的话，对白棋的压迫更大一点。嗯，因为白棋不可能藏这个，对吧？藏这个的话，如果被搬的话，那么这两边连不回来。对，嗯，所以这个看似是新型，但是也很有必然性。搬，双方也下得很巧妙。嗯，搬这个，看看黑棋是怎么下的，在这儿，是他搬下去，嗯，打吃。嗯嗯，这次不能粘，粘的话成为一个鱼形了。他糊也行，出去对、嗯，等于黑棋虽然把子力转到这边了、嗯，但是这有点重复，这个子的效率有点低。是，嗯，所以通过弃子，他打在底下，嗯、打这是必然的。提掉，然后再击打，粘上、嗯，在这儿，嗯，这算是告一段落了吗？这应该是告一个段落。为什么呢？你打这个，我可以打怕做活、哦，对吧？你粘这个可以立，这个死活不成问题。嗯，剩下来的话只是一个关子问题。是，嗯，就看到时候需要走哪边。如果需要走这边的先手呢，就嗯，可能粘和虎都是先手。对，是。如果需要这边呢，就打这个。嗯，看情况吧，先保留一下。先保留。嗯，总体来说，黑棋外面也挺厚的。对，这就形成一个黑棋厚实、白棋实地的一个下法。是的。但是我们当初看到这个棋形是黑棋本来就是二打一，然后白棋跳了一下又脱先。等于说白棋少了两手棋，对，是这样，三打一，但是相对来说以后的话，这个比如说我这边有子或者这收瓜的话也是很厉害的，嗯，对吧？这个打吃，尝一下，我正好挡住，对，嗯，这个局部白棋只是活了一个角而已，对，是的，但毕竟黑棋三打一，嗯，对白棋作为白棋来说也是可以接受，所以这个具体的一个判断。这的确是比较难，嗯，整个局面来说肯定是上早，对，上早，只能根据，个别棋手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或者喜好而已。有些棋手喜欢实地，他认为，哎，我白棋比较满意。有些棋手的话，觉得，哎，我也挺厚，我能通过我的厚实的话，将来的话获得更大的利益，就是只能根据个人的喜好了。这个目前看来只能一个两分的一个判断，实战。白棋搭飞挂，这个是比较有想法的一步棋。对，嗯，我们很少在实战当中看见有大飞挂新位的下法，一般都是小木的时候的。对，这个大家见的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挂小木，不担心你见这个，是吧？现在他认为你这边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形势的话，他认为他的重心应该往下面偏一点。哦，嗯，他小飞挂是不是担心人家会夹住他？他肯定会担心夹击。哦，或者眼里脸高加，因为他这个是先手，他这边就很厚了，对。如果你大背挂的话，如果还加的话，那么他就可以顺势再压，压一压，对。其实大背挂接下来具体的手法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这是搬还是退？你如果对你想搬，如果退的话，那就被人便宜了。是啊。为什么？以后你这边一粘。这么厚的话，这个有点重复。那还得搬起来。还搬起来，那我再退，这也是很考验黑棋。这断得补啊，不然被人断掉了，没法攻击他了。对，粘上肯定不肯，想长出来。想长，想长再说，我断。这个也挺考验黑棋的，为什么呢？就你这个，从一般来说的话是先手。是的。但是这不是绝先。对。因为这个的话，你要吃我的话，打吃我还是破棋。所以这边的话，他先看你出牌。先看我怎么下。对，如果你这边损完以后，那么他也白棋也看清，就说你是要用这边的，那么你这边的实力肯定损。所以实战作为黑棋的心情的话，是有尖这个的心情。对吧？因为，如果小木尖的话，这个才九木嘛。对，是吧？你过来一路的话，那至少我十二目，这多三目的话，有这样的心情。况且你过来以后，我这边就可以选择打吃这个。让你从这边打吧，我把我的沉木的一个期望值的话转到下边来。这个双方也下的比较自然吧，应该是。实战是抢了那一点。
他拆了一个三在这儿，那这一点也很大，对啊，但是他觉得相比之下先把那个子安定更重要一点。嗯，那么黑棋既然不拆，白棋就挂过来了。嗯、对，他这里依然用的是大飞挂。这个大飞挂的话是一个常用的下法，对于新位的一个常用下法。他如果说这个局部想要挂得紧一点，怎么样呢？挂得紧的话，会不会担心黑棋有反击？也有，但是就说以后，比如说人家尖顶，长的话，先再分一个。这里就比较缓和一点，不是说要加鸡人家。对，它是一个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就说这个尖的话，对黑棋的黑角来说的话，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下法。对。那么白棋这个子是搁在这好呢，还是搁这好？对吧？我走这个，你也得尖这个。对。对吧？走完这个，尖完以后，由于我这边坚实了，我脚上是安全的。比如说这个是不安全的，有点三三，而这个已经很坚实了，这个脚上坐活是没有问题。那么作为白棋的考虑方式，就是说这个子你已经有的情况下，那么作为我的白棋的话，这个子搁这好呢，搁这好，这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大部分棋手认为是哎大飞好，这样大飞你尖的话我就可以拆回来了。 对吧嗯，因为挂的时候不管挂哪个，作为黑棋来说它是无法忍受被人家飞进去。对对对，飞完了之后这两个子太糟糕了。对，因为你这个被飞进去的话，你没法退缩。对，比如说你这大飞的小飞的时候，你还可以退缩在这。作为小尖的话，你不可能再尖这个。是，你不尖这个的话，被白棋尖进去，黑棋又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据地，绝对不能放弃了。下的还比较缓和一些。对，然后就让他正。这是球调子。先震一下，先震一个，等你跳出来以后他先这个。也是求个调。他这个震到一下，觉得他这两下交换是不是好像顺手再补那一下好一点吗？这样这他的一种想法。但正常的话单尖的话也很普通。 对吧？等你拆完再震的话，是不是白棋也只能跳呢？不清楚，好像也只能跳。为什么你这个虎？对，虎是绝仙。什么时候再被黑棋震回去的话，这个做活的话就比较辛苦。当然也可以做活，但是很苦。比如说你见这个，对吧？但是黑棋以后也许可以点这个，相对比较严厉吧。对，是的。所以这两个的，当然作为它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构思的话是可以考虑，但是。是否还是兼一个比较普通呢？对，不太清楚这个震一下交换是不是便宜。对，可能以后有别的下法。求个调。对，求个调子，这走尖，然后白棋白棋没有往回拆啊。没有拆。这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为什么要先震一下呢？震完以后的话显然是有了变数。白棋尖这个，他在这里面是不是白棋有担心黑棋有严厉的手段呢？显然是白棋担心黑棋点这个刺一下，或者是尖这个。这是他的担心的问题。有可能单尖一下，尖一个，然后等人家挡再长。是这样。如果你像这样的话，那就冲断了。冲断理论上应该是断哪吃哪，是吧？你如果吐这个的话，这被一爬，这两个死了有点大，已经掉了哈。对，如果吃这个，这下手还得补，不补的话，这个有生命危险。但补的话，也不太好补。这个作为，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先手。对。补完了，基本上这儿再加一手，这上面肯定死掉了。对，必死无疑。显然是白棋担心黑棋有这个尖，但尖的话，如果你，比如说我尖在下面呢，尖这个，这也是一种下法，但是他也许，比如说他这个的话，对吧？依然可以把我弄断，是吗？你粘这个还原了，你是弄虎这个，对吧？他有个冲过来的下法。是的。但我们倒过来说的话，如果当初黑棋先尖。上面
白棋猜二，黑棋在正的时候，白棋能下什么呀？他难道就不跳了，直接到底下去救活吗？他现在被一震的话，还得再忙活，因为这跳的价值并不是算太大。嗯，而且即使如果震住了，嗯，你这个跳起来好像也有点儿。对，跳完的话，你冲了跳的话也没问题，心里不太踏实。嗯，跳完了自己跟就赶紧得去搭眼去了。所以正常呢，应该是黑棋先尖完再震的话是比较正常的下法，但是崔德汉想求更高的效率。哦、嗯，那实战显然。范廷钰选择了尖贼，嗯，尖在二路，对，显然产生了变数。是，嗯，他尖这个是指望黑棋能挡住他吗？嗯，如果黑棋挡的话，那么这个交换就有点损了。嗯，那走着这一下等于说没什么用处、嗯，然后这些手段都已经不成立了。是，你不管是尖还是刺，刺这个人的接住了，就给你。所以这个黑棋平白给白棋增加了一个选择的机会、嗯、对，那现在黑棋应该不太会挡住、嗯、黑棋如果挡住的话，那么就自认失败了，是肯定不会挡。嗯，一般来说，嗯，那么黑棋肯定要追究你这边不走的一个后果。嗯，挂角，挂角在这儿。嗯，这个下的也很紧。嗯，如果单纯的比如说夹击的话，嗯，那么白棋就有可能打飞一个，嗯、哦，这个子你不太好吃，嗯，你如果走这个的话嘛，因为他这边已经得到加强的话，这个做活不成问题，他就要算漏过的话、哦、也没什么问题，嗯，如果你要主动的话，对吧？他跳起来，这个也不好控，是。我有点担心，就是这线如果说白棋再加一个子的话，嗯、脚上生死、嗯，不说你马上会死吧，至少会被搜刮。对，实战、嗯、加不着，那只能选择挂，那直接挂过去。对，嗯、这挂掉也是一种追究的方式。嗯嗯，白棋一尖架，对，一尖架，嗯，白棋一尖架也下得很强烈。嗯，为什么呢？如果你单纯的猜一个二，对吧，这个子肯定是安全的。那反过来大家可以推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差二是正常，那么当黑棋挂角或挂这个的时候，你白棋选择了尖这个，那肯定脱离主战场、嗯、对吧，这样黑的双飞燕。所以围棋也是一个推理的过程，也是一个稍微换一个次序的话，也许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是，嗯，所以这个架绝对不能松，想不明白的时候把次序倒过来看一下。对，现在黑棋在这里选择跳出来、嗯、他显然不能、嗯、但是现在这个点角我觉得是不是不太合适宜。如果点的话，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说选择一个很简单的、嗯、很简单的、嗯、点三三的变化，三上、嗯，白棋会选择跳这个，嗯嗯，因为这边都关注了，又有小尖的话，黑棋正常的是应该补一个，对吧？不然不安全。对，那白棋再飞这个，嗯，如果像这样的话，大家会发现，哎，怎么白棋的话棋形比较舒展、嗯，是吧？这个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嗯，当中这个子的话，比如说它比较薄，嗯，它只能差二。对吧？对，现在等于这边都厚的话，他能先跳起来，这边省一手棋。嗯嗯，最终的话，白棋的效率一下就变高了。嗯嗯。而且这个棋形看到现在，黑棋虽然得了两个角，嗯，然后但是白棋这个中间这个形势一下子就张起来了。对，它这是一个立体的形状。是是。以后这个尖呢，黑棋尖呢，他觉得有点心疼，被白棋加厚了。嗯，但是你如果不尖呢，可能被人家剪掉了。是，尖完以后再被跳进去、哦、这个做活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黑棋比较难受的地方。 嗯， 嗯，这个图应该是黑棋不太满意。对、哦、白棋乐见的一个图。嗯，跳，白棋小飞、嗯、在这儿小飞，飞这个，嗯，在这儿。对，这个飞完以后再打入，这个也是
比较凶悍的想法。为什么说飞完了打入是比较凶悍的想法？因为说是单纯打入的话，假如说不飞这一下，不飞这一下的话，相对来说这两个还比较轻。哦，为什么？在以后将来的话，如果你这两个无法脱身的情况下，你还可以选择点三三转身，转身，是的。先是先把自己的后路给断完以后，同时也不给白棋跳下去的机会。对，是是，就说目数也要，然后我也要保持一种攻势。这是比较凶悍，确实。那打入这个时候，白棋他不肯这样跳起来吗？第一感我觉得应该跳起来的这个，因为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范廷玉这名棋手的话，他还是比较稳健的。大家都可以说他那个少年老成吧。对，少年老成，确实。一般来说比较激烈的棋风比较主动激烈的棋手的话，那多半的第一感都是跳起来的。对。对吧？再跳起来的话，想都不想，是这种时候。跳起来的话，这个如果黑棋要分这个子，那么白棋可以第一冲断这个，先找一个头绪。断这个。看你的下法。然后我这边的话，你为了吃这两个，把我这边撞后的话，我这边可以展对你这三个子展开比较猛烈的一个攻击吧。如果你。跳这个，那么等我再跳出来以后，我不是两边都可以跑出来吗？但是如果说他真的说先把你吃了，然后看你这边怎么攻我，好像这个白棋也挺头痛，看起来。对，也许是范廷玉比较担心的的下法。但是在跳完以后，是先手吗？跳了这个。如果不是先手被黑棋这个尖住的话，这白黑棋的效率也很高啊。对，是吧？是。嗯，如果说这几手棋已经把它吃干净了，那太舒服了。你觉得？因为这边几乎没花手数嘛，这每走一个白棋都是硬的。对对。等于说这里就多花了一手棋，就把它尖死了。当时再反过来推理的话，就等于是吧？黑棋一开始先加这个。白棋没有选择这边补。而选择跳，跳起来，然后黑棋挂一挂，他想飞，想飞，飞进去，飞，先住，先打入一下，先打入一下，跳，跳，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次序，然后你再尖这个。那从黑棋的角度来说，没有不满的道理，对，是吧？它形状非常饱满，对，唯一就是说，范廷玉认为他在跳的话，对脚上是绝先，才会选择跳这个，是吗？原来这是绝仙呢。不然的话，这个无法解释白棋这时候为什么选择跳这个。如果说他在这一带白棋在脚上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手法的话，那这一带显然作战也失败了。应该是黑棋可以满意，对吧？这边，按当初的话，你应该拆二回去的，这边还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实力吧，应该是模样谈不上。是的。可以为一个比较大的实力。现在你没有选择拆二，而选择了尖这个。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黑棋在这边很轻松的搭了一个桥头堡。对，是从目前看来的话，黑棋是下到了他想下到的地方。那么让我们看一下脚上到底有什么一个比较严厉的下法。看看白棋是如何动手的，他跳了这个。黑棋冲。冲。普通的想法大概都是挡住，然后黑棋夹住。对。之后再想点什么办法之类的，加这个，对吧？如果单纯这样的话，白棋意义并不大。对，虽然你很可以很强烈的加进去，加进去。如果我退缩的话，我这个做活也很容易，是吧？是这个眼很铁，对吧？你跳不进来，跳进来的话，我再总有个眼。那么我这边无论做一个都是眼。外面眼型挺丰富的，这里要尖出去，这里虎一个有一个先手眼。是是。这不当然我也可以，你加的时候我可以求点变化。打这个。打这是打劫。所以说实战的话，这个白棋这边到底有没有特别厉害的？如果没特别厉害的话，现在显然范廷玉也不会跳这个， 是吧？把这个子放弃了。
只是获得一个比如说单关的跳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嗯，实战白棋跳追究，二二跳进去，对，追究黑棋的弱点。是，嗯，如果说在这里黑棋阻度的话，那么白棋是不是就跳一个做活？这个，嗯，跳对做活，嗯，他就这样就能活了，对，这能做活，哎，这活得很干净，嗯，脚上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样这黑棋这块棋看起来有点，嗯，那至少你得。先得赶紧往外跑了，要不然就已经要死了。当初我们这边捕活的是虎这个，对吧？虎这个机遇在什么呢？这里有个眼，嗯，现在这里没有眼，嗯，对，这个黑棋不太满意，肯定不能这样下，嗯，跳了之后黑棋应该怎么办呢？看看实战崔哲翰是拿出了什么招法来。嗯，黑棋挖这个挖，嗯，嗯，哇，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下法，嗯，对，我在想如果尖的话白棋就真的度过吗？哦，他还能不度过是吗？如果说度过那么你就冲一个看，还是像刚才那样虎？对啊对啊对啊，是否也可以考虑呢？哦，嗯，因为这个当初的话加的话加进去白棋打这个黑棋打这个劫，因为白棋这边有劫材，嗯，倒是也是可以考虑的，嗯，也很难讲，但他显然担心是被别人打劫，对，对吧？如果尖的话，也许白棋就毫不犹豫度过了。嗯，所以反过来我们推理的话，他为什么要挖这个呢？他挖这个的话，是不是？嗯，当然，他最好是能先手挤了打掉，嗯嗯，这是他最满意的下法。当然，人家不可能让他下成这样。哦，他尖这的，嗯。哦，这个子是在这儿，嗯，对，哦，对这边压迫更大了，哦，那就完全不同了。嗯，那先尖这个的话，他有可能度过一下。是的，是的，嗯，挖这个，他挖这个，嗯，他现在如果说打这个显然不成立，是吗？他是要挤一个，是这样想吗？嗯，打这个挤，能这样吗？他是不是想踢这个？就抓掉了。他踢这个的话，我在守呢。不明啊，这样不是已经渡不过了吗？嗯，被一冲已经冲断了。嗯，莫非他要？不太明白。站这个？有可能。但站完长。长他是不是狠一点？嗯，不会吧？是这样吗？嗯，还是这样？这样的话，他这扳也先手。那脚不是已经死了吗？嗯，那么那我最狠的那只能提掉，也许大概就提掉吧，嗯，如果你补一个的话它就粘上算了，嗯，让你这个显得损，嗯，也是这样的考量。实战退，他是打了这一边，而且就是实战就打了，但是黑棋没有挤，很奇怪。嗯，他显然是担心推这个。对，嗯，他这边要出去了是吗？嗯，如果你粘这个的话是吧，这边可以靠出去，嗯，他可以先粘这个又渡过，这个杀气应该是黑棋比较强，但这个可以先冲掉，嗯，然后冲出来，嗯，在这儿粘的话，对，这个原始线索是的。那么他挤一个，接上，接上藏一个，这个下步要增子，嗯嗯，然后上面搬粘，这个增子，嗯，刚好有力，对，这个白棋不行，啊，对，嗯，上面有一个靠出来。挖的时候呢，白棋现在先打这个，嗯，然后黑棋下的很，这个次序很有意思，嗯，很有意思，他，嗯，单刺一个，嗯，单刺一个，看你的应手，嗯，白棋接上，嗯，
他很强烈的要求攻击他，他还不肯在外面提调哈、嗯，这样。那下一首为什么不起这个呢？起这个的时候，他会不会担心人家接上啊？我刚才就想这个问题了。然后再起对长的时候再起这个。对，我彻底的就。嗯。接上完了，黑棋气倒是挺紧的，这样。嗯。但是反过来的问题的就是在于、嗯、他先推这个是吧，他单长，单长如果我也选择挤呢，还是挤是吧，嗯，这又有什么区别吗？不知道，这个得站，嗯，我再度过呢，那不是一样了吗？嗯，所以这个次序的话没有什么必然性，嗯，看起来这次序不知道是，我们只能基于这个棋谱的正确性，肯定是没问题的吧，对吧？这个，但是这个像这样，我觉得这个次序，我挤这个，挤这个也没有变化呀、啊，他也不能走别的，他、嗯、只能粘上、嗯，再度过。莫非黑棋做活不成问题，对吧？先把你弄断，然后做活、嗯，他要怎么做活啊？有点惨，嗯。实在说实在，这个这里的次序有点眼花缭乱，这个不太明白，不太明白。嗯嗯、因为我们看见的谱上的次序就是，嗯，再给大家摆一下次序。首先第一尖这个对吧？对。黑棋把这个吃掉，吃完以后的话，白棋要在这边追究黑棋的问题。跳进去。现在。这必须得追究，从。说单纯挡是不行的，跳进去，嗯，黑棋挖一个，白棋打吃，这是最强烈的，最强烈的，嗯，这样的话的确，你先挤，我有可能提，是吧？弃掉角，那么你先求变，走这个，先刺，嗯，走，然后长，长这个，所以说我们的问题在于，就是说为什么这时候不挤这个，是吧？嗯，挤的话你只能粘。没有别的变化，对，这样就直接度过了、嗯、你这个挤我就粘上全连通了，是的，嗯，这边似乎你如果你断完再靠这个，你的气本身就很紧，是的是的、嗯、为什么白棋不强一点呢、嗯、干脆就挤过去，就这又形成一个转换，接住，嗯，对，挤这个粘上，现在挤不着了，嗯，粘在这边了，粘在这边被他断掉了，这样就死了，嗯，因为脚上气太紧，对，吃，嗯，然后白棋把这个吃掉，嗯，如果先粘的话被你拐出来再吃的话有点不舒服，嗯，但反过来说这个吃的话本身目数也就是先手五目，一二三四五，你说他为什么不走在外面，嗯，对啊，比如说我压一个这个，我单粘，然后再出来呢。嗯、这当然，这个五目的话跟这个有点关系，跟白棋死活有点关系。嗯。但是这个，这被断掉了。嗯，断完以后形成了反换。然后黑棋跳出。停靠。对，他在哪儿？嗯、先交换了一下。停靠一个。靠这个。嗯。黑棋搬在上面，搬上面，以为他会硬一个，结果他又妥协了、嗯、因为这个白棋尖这个线索，这两个基本上跑不出来，哦，嗯，白棋尖这个线索，所以说这个搬，吃掉，嗯，对，这样就形成一个转换了，等于黑棋把这边两个子切下来了、嗯、对，下成这样，嗯，像这样的话，这第一感的话应该是黑棋也可以接受，对，为什么呢？本来的话如果挡上的话脚上也就十目，嗯，对吧，如果你这边正常的话，如果只是跳的话，对吧，如果正常只是跳的话，那么我这边有十一十五目，这黑棋目数挺大的，对对，挺大的，那虽然你这边吃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目，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六，多了十六目，嗯嗯，多了十六目的话
整个来看黑的方向也还可以的。是啊，而且黑棋把这一点本来有一点味道的地方都已经彻底不干净了。上面如果吃干净了的话，我觉得白棋不能算成功。对，至少是。对。白棋以后将来也许会有点味道。本来预计好像这攻击可以更好有效一点。对对，像这样的话，应该是黑棋可以考虑，可以接受的一个下法。是的。叉二。这叉二也是一个最大点了。黑棋这块棋要补一个。对的，黑的也追求了一下。在这里。对。如果是单纯的自己补的话，被在一尖顶，这个效率有点低了。对。这个尖顶，如果你再长的话，再往这一拆，这个最后的大长一战的话，因为整个的时控的话，白棋的话是比较领先的。对。为什么这个后势当初的后势没有发挥？而且即使刚才说上方白棋有点不满的话，但是整体的实地白棋并不落后。对，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不要下到中盘的时候发现自己目数怎么都不够了，后半盘就追不回来了。对，大家要记住，就是在当初的话是黑棋是放弃了实地。他实战呢，这里要抢空，抢，拼抢一下，打入。对，黑棋小尖，贴起来。它是长跳的，跳的，长接上，对，白棋飞出来，飞出来，这样下，这个必须要收瓜了，对，收瓜的同时的话，把这个补干净，对，弱点放干净，跳一个。小尖，小将，这是白棋的做活的一个正常的次序。做眼，对，如果你打拔回棋有，就能做活。是。实战黑棋是下的比较激烈了。实战选择了尖这个。要把那个子再跑出来。如果温柔点，可以先点一个，这时候你没法摆。只能挡住，再小尖，反正也是要跑出来的。对，这点一个也不亏。是的。这样的话，以后你这边在分段的时候，我多一个接应。上尖的时候，单尖这个。黑棋白棋选择靠这个。这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下法。这靠的是一个先手吗？白棋靠这个之前好像是先靠了这个，是吧？先横靠了一下。横靠的话也是制造点余味。有一些味道出来。对，下面会产生一个扳这个。对。这是一个扳，如果打吃，我可以推这个，也可以打这个。这个先手。对，留下一些先手在这儿。包括这也行，这个后手，这两个先手。是。嗯。然后再靠这个。对。扳的话也是一个苦肉计，断。这个断的子就打算，扳的子就打算弃掉了。他是抢一个绝先。他是单心的话，如果你单纯退的话，白棋也许是脱先了。对，是。这样的话，这两个子有点危险。有点危险。所以这也是一个苦肉计。这苦肉计完了以后，似乎，局势的话，一下子接近了。那毕竟还是损啊，这个。是，之前是好像贴了一个这个，这个是绝线，贴一下，这个必须用，不然被虎死了，然后把这个吃死，吃死，那这两个子依然赶紧的跑，不然的话要被吃掉了，飞这儿，飞这个，飞这也在抢头啊，把头抽出去就行，他为了占这一点。再看，或者站这一点，如果你单纯跳的话，有可能对方比如说走这个或者是这个靠断，有危险。扳的话就断了。这也是为了抢头的一个下法。是。扳。扳。长。然后跳。跳。拐了吧。
还不走了哟。嗯。跑去哪儿走了几下？哦，这里先交换。嗯。这是黑鸡的权利。现在白棋跳了这个，轮到黑棋。嗯，拐打。棋掉。嗯。挡这个，哦，爬这个，嗯。得爬一个，嗯，味道比较好。对，不然的话，这个步骤被人家一尖，因为他这两个是先手，这一尖一断。哦。嗯，或者是这个挖的话，对，味道就很怪。嗯。可以先挖他一下。嗯。让他很不舒服。白棋这儿先虎了。虎一个。嗯。黑棋大吃。第一个。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嗯，这还能顶在这儿。对，如果你走这个的话，嗯，他退个先手，这虎为先手这一段，黑的棋不太够。那这样黑棋被抠掉很多目。嗯，抠掉很多目。嗯，这是白棋下的比较好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应该出乎黑棋意料之外的地方。嗯，嗯，是的，差了三四目了。挖一个，一个也是试一下黑棋的硬手，是看你肯不肯退这一下。对对，退这一下呢又损掉好几目了。是，所以黑棋来说总是心情想上下，已经爬到的话这个问题应该不大，但是跟目数有点关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当白棋以后立的时候，这虎完拐一个是先手。对，嗯，因为这一打吃爬回来他要收气。嗯，先挖一下，考验他。拐一个，嗯，因为这个目前没有问题。嗯，这一跳的话还能突破。长。长。嗯。这地方不需要硬他一个吗？不怕人家跳下来是吗？嗯，跳下来的话，因为他打八是有先手味道。哦，那就不担心。如果你跳下来，我走，走。它是不可以全部的，按哪边就断哪边。哦，它直接这样啊。嗯，因为恰打。对，恰打。踢掉。对。嗯。因为它这个打八先手。嗯。就是说，白棋这个虎是后手。后手。嗯。啊，那就不行了。对，这个白棋走不过。要死。嗯。这暂时可以不硬。是的，是的。长长。长的话，黑棋白棋得就得做活，是吧？对，加一个在那儿。加一个。虎。他现在还没有虎。黑棋可能去哪儿走了几下。哦，这个。先点他几下中间。挡住。挡住，再接这个。这个次序倒是下得很精妙。嗯。他这样是不是这里的木会好一些？会好一些。如果单尖的话，你这下可能走不着。走不着。嗯。单尖这个白棋是不是？会从中间过来那样子，就以后你再走的话，也许我就靠这个了，对，是吧？你现在的话，如果靠这个，我就苟这个的话，你这边也下不去，你这味道反而怪。是，所以先试一下你的硬手，这是下得很细的一个下。嗯，挡在这儿。嗯，五，等于当初我尖的时候，你跳一口飞一个，对吧？嗯，这个应该是黑棋占了点便宜。是的。虎一下。开始。因为他这个棋谱是反的，所以说我们稍微有点那个。有点费劲哈。嗯。而且他那个反的很奇怪。本来嘛，如果说是反的话，黑棋应该是第一手在左下角。嗯，对， 对。但是他这个第一手呢是在右下角。对， 对对。所以这个方向就完全不对了，都逆了。嗯，他现在白棋虎了一下长，是吗？然后该白棋下。白棋在什么地方？现在有什么地方可以下？脚上搬了吗？也没有走。哦，他虎了这个。哦，虎这个。嗯嗯，虎了一下在这儿，考验他一下，看你肯不肯退。对，
那崔振汉显然是不会退。但我觉得更多的有可能是打枪，是吗？嗯，感觉上这个，因为这时候虎的话也是，也不见得他虎完游，也许会利用这边的一个下法，嗯，也不见得。走，压，压在上面，哦，的确是他虎完以后，这个以后再打吃完以后，哦，这边当一个先手，这有可能断，是，嗯，下的也是很细的，对，长。而且很坚实啊，就这么一个一个长过来，对，所以当初的话大家会发现当初靠一个的时候这个送一子还是送的挺大的，损的挺多的哈，在这对黑棋虎一个，白棋打吃，哦，白棋先立这个第二轮，哦，嗯，那个很大，不然的话下一手被一单一走一击打的话他所有的都没了，对，所有的味道都没了。那这样一来的话，以后如果打在这儿，他接上爬回去，就是马上黑棋就要收气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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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爬回去的话，你可以先藏这个。对，那他所以说基本上的话，打一个粘一个拐一个先手，从目数角度来说比较合适。哦，应该打完了不要爬，直接拐这个，逼他逼他回去，就这样最好。嗯。好，这里是顶的。顶的，嗯，顶一个下的不错。顶一个白棋不肯爬过。对，你如果爬过的话，他这一挤。脖子来了，全都是黑棋的孔，哦，嗯，那还是挺厉害的，嗯，挺厉害。断，嗯，请提，打住，然后白棋断掉。这样白棋转到中央来了，等于说，对，哦，在这儿，他这个拐下去之后也没有后续什么手段了吗？嗯，啊，他是提了一下，提了一下是吧？嗯，白棋找劫去了。在这一带有劫吗？应该上面吧。上面这一带找劫吗？没有看到他的劫找到哪里去了。嗯，这个劫不是要着白棋的命的吗？对，这白棋也不能脱先的。这个反的话，这个找起来是比较有点辛苦。啊，他在这儿冲了一下，哎，在哪儿？靠了一个。靠了一个，对，接上。嗯。然后提劫。黑棋现在哪儿比较大呀？是不是爬角？爬角也不是很大。打拔吗？还是这里要跳进去？挂这个吧。哦。是吧？对。嗯，这个。这是白棋局。接上。嗯。度过。这儿。那黑棋是。白棋是在。挡住这个，上面走了一个吧，46挖一个，哦，这个应该是打将吧，看起来他提了一下47，然后又在这儿，那这个当劫不行吗？不明，不明白，嗯，看起来白棋都在打将，好像接上，对，是先手接上，然后是白棋，选择了进这个，嗯，你本来黑棋就要了你的话，这个白棋的话下来比较撑了，是吧？对，觉得白棋的形势是不是有点吃紧，对，有点吃紧，嗯，这下法的话拼搏的下法是啊，提劫，然后再，再还得两边的劫的话，他总有一边撑不住，对，他要首先把，那先打这个劫有什么区别吗？然后把这个提过来，他两边都要打赢他，嗯，对，黑棋就接上，然后他再打这个打这个提这个劫，嗯，
黑棋的话，早节的话打一下，嗯，这是顺手接三，打吃，突然打，提劫，嗯。拐这个，拐掉，嗯，拐这个的话，这个一被接消，那它尖一个的价值跟这个提掉的价值哪个大呀？感觉提掉的话很舒服。是啊，嗯，以后还能提它，提它它只能回到脚上，对，然后把这个再回头补回去，嗯，对，这样是不是黑棋还不错？我觉得好像黑棋不错，嗯，嗯，实战我们再看看，在盘棋的话，后面还是有一些下法。嗯，虎在中央。嗯，但感觉的话，白棋好像在拼搏的角。嗯，是，好像觉得白棋又下得很撑。嗯，四一个接上，这个目数被跳进去很大。还提了一下。嗯，先没提。哦，现在没提哈。把这个提了吗？疼，嗯，提掉了几个，然后提了一下，白棋弯，嗯，再提，把这糊了，糊完要都厚了，嗯，是，刚才这里白棋有没有靠断他的下法？本来还看着，那现在是没有了。嗯，然后刚才是不是有一个靠断？如果他，假如他白棋靠在这儿，他挡住我一段挤的话，我挤，但是他这个过去做活的话，不知道是挡了，不知道尖了，能不能搬的做活啊？我搬这边，我可以拉回来，这样子。嗯，有可能，有可能，这个挡之前是吧？嗯。因为现在被人家唬到这个了，你就彻底没可能性了。咱们再看看，因为这盘棋的话，最终的话还有一些手术，我们看他们怎么下的吧。接下来，但总体感觉来说，这个劫被打赢的话，嗯，黑棋打赢的话，这个尖的话，还不如这个一手就连回来呢，对，是吧？尖在那儿有点浪费了啊，嗯。现在白棋在加这个，哦，加在这儿。黑棋的话是。啊，他提了接上，然后走，他这个不是都劫残吗？他不成再打劫的问题了。然后长一个劫，嗯，那肯定提劫吧？对，提劫，嗯，他就粘上了。嗯，哎，是粘上吗？我看一下，88。29，他还撑了一下，团在这儿。嗯。打吃。嗯。接上，然后团住，提回来。提回来。嗯。劫一定要撑住，嗯，要求。去提回来。这个还有什么劫财呀？现在该白棋找劫了，是吗？这个。拖一个。是吗？对，是的。嗯。他搬这边。这个棋谱的次序。打吃。嗯。接上。这拖也够损的呀。嗯嗯，对对。提接。走。走。是吧？是。202，把这个提了。把它单了，这个等于走个单关，然后我把这个子吃了，哦，放弃了。这样白棋还能行吗？哦，他提过来了。把这个冲了吗？看哪里交换了一下，小尖。挡住。嗯。这是黑棋的权利。嗯，然后把这个冲过来。嗯，冲过来，白棋把这个吃了，先手三目。嗯，逆手三目。实战最后的话是像这样。
这个走圆一个，嗯，圆这，啊，圆在这，嗯，这是最终的器具的形状。嗯，看起来白棋已经不够了吧？对对对对，嗯，这个最终的胜负是黑棋松盘胜，对对吧？嗯，是的。嗯，这盘棋我第一感的话就是说，这个角一开始的话，好像感觉上应该是黑棋是从方向或者实际上，嗯，都是比较占优吧，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果。嗯，后面虽然那个范廷钰的话其实也拼得很猛，对，包括一些非常规的手法是的也下了不少。但最后的话也是，嗯，听说是输给在主将战中的话，输给了崔泽汉世界冠军嘛。嗯嗯嗯，好，那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执黑的崔泽汉中盘战胜了范廷钰。啊，这盘棋呢就给大家先讲解到这里，我们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有一盘更加精彩的对局等着您。好，一会儿见。